好了好了，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。最近因为吃药一直拉肚子，来吧，开始。啊，一样的是收集，我们不要贪心。可是我在想，如果收集物资，那靠近海的也算收集物，靠近岩石也算收集物资吗？我们在干嘛？哦，好，就是，我们还是需要沙子啊。反正这季就是收集物资、钓鱼吧。嗯，看一下风向往那吹，那我们就这样吧。是佛系耶，是我哎。慢慢收集呗。噔噔噔噔噔。还是想听六眼飞鱼啊 你的书友救回来怎么救的？是拿去冷冻库吗？因为之前有看那个啊，我声音会不会太小啊？怕他又给我调掉87%。看一下哦，我肚子饿了，我100%。就是干嘛？卡 bug 了。就是我有看到网络上，就是说你就是潮湿嘛，然后你只要把书本拿去那个拿到冷冻库的话，就可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来烤什么吃呢？因为你太你，因为你一皱的话，就要马上拿去那个冷冻库，所以不能等到就是要干不干的。来，小知识哦，如果你像你的课本啊那些，如果湿掉的话，或是你做老师，学生跟你讲说课本湿了那些，你就马上拿去冷冻库，真的有用哦。不要觉得我在骗人哦，是真的哦。哦，别遭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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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来钓鱼呗。你看。塑料真的太多了，我突然觉得做这个毛又好浪费哦。噔噔噔噔，这首歌是在暗示你吗？哈？给鬼给拐！哎呀，嗯嗯嗯。
好特评，简录版。其实我录影也就大概是这样子啦，就是有事没事就发个呆，勾勾东西，这样子。BGM 可以大声一点，再大声一点就听到我声音了呢。有点大声了呢。嗨，杰瑞。这勾完吧。好热哦，对啊，我没开封。这游戏有什么是晚上才出现的吗？有啊，月亮跟星星啊，没有啦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呢。就鲨鱼跟海鸥是白天晚上一样会出现的啊。
文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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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金属矿，赞哦！啊！哇！嘣！可以一直囤积啊！你看哦，比如说这个四格好了，我记一下哈，四八四哦，四八四好，四八四三。你看哦，这多少了？三这个哦，因为那时候跟杰瑞在玩的时候，他那边有一个已经破了十五个吧？哎，好像可以耶。哇！我船会不会走啊？好，哎，我们还没有这个。哦，不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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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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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！啊，码头不。我不想做那个，等一下、喔。我们回来，我们回来。看来要做了。哇，歪了。捅过去！这样吗？哎，哎，那太难了吧？就放弃上面吧，等下下去挖沙子了。等等，啊，助跑看看，没得助跑啊！加塞啊！等等，可是扩建这边就是要有柱子啊。